他那叫几果，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罗汉分四果，菩萨叫登地啊，一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到十地菩萨，然后呢等觉啊、哦。经典里边会介绍你证到什么境界是一地，证到什么境界是二地啊。你看经典里边它有固定的有些转化，就是心性层面的一个转化过程嘛。就是你看到什么幻境了，那等于就是说你看见这个幻境了，这就是一地了；看到这个幻境了，二地了；看到那个幻境，三地了。啥不是幻境啊？在没圆觉回到本来样子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就是没地啊，这个没地的幻境啊，登地有登地的幻境啊，是吧？他的幻地离觉醒更近了一步嘛。嗯，我们这个幻境迷失的更近嘛。它的幻境是不断的回向到觉醒嘛。嗯，地登地所有的登地果位上的都也是幻境嘛，只是它的幻境和已经离醒来不远了，等觉菩萨是吧？嗯。这个不一定啊，看你上辈子学成了没。你上辈子再来修成的话，那就跳级吧。啊，跳级的走就可以。嗯。而且内容就是在看什么经典可以看到知道，是不是华严经啊、灵台啊？楞严经啊、菩萨十地论啊，还有有菩萨十地经专门有，好像有这部经，还有就是楞严、楞伽都讲。楞严经里边有六十种，就是心路历程，就是修行上在你修正路上有六十种。心路历程的转化过程嘛，哎，就是都有系统的讲，修道你经历过的，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啊。嗯，在大部分人你登地了，你自己也知道，所以也不用怕不知道啊。我就想从坚持之后的修正的道理，坚持打坐看一，然后坚持看一度嘛，听闻听嘛啊。然后将来一定会有些讲经啊，有些课程里边这些头部都会在网上，有时候看还是有些触动嘛啊。当然也欢迎，也希望你能看到其他善知识的开示啊，或者他们的讲义啊、讲座啊，都可以博学嘛啊。不要排斥其他老师。然后这个听可以啊，听哪个也行。停下妄想。在世上修，在红尘里边修，训练自己活在当下的能力、觉照的能力啊，不着相的能力啊，不断的练。在坐垫上呢，就是不想不动啊，你想东想西都错，是吧？下个定义就错，知道吧？所以不想不动最好啊。然后呢，在红尘里就是这样，活在当下，先完善自己，发愿，发大愿，不是慈悲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难的，佛学真的蛮简单的，课程不多，不像是考大学数理化多的及格，是吧？六七门功课，佛学就是个不动嘛，不想嘛，然后以中道，不动不想，哎。不偏空，不偏有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这不是不动不想吗？你中道，然后回归嘛。而且你本来是佛，露出你本来样子就行了嘛。在世上练事，在世上，你坐在那像个佛了，但一出世又不像了嘛，说明你根本无明未尽嘛，说明你的执着未尽，我执还在那儿嘛。你好像坐在那儿不出气了，好像我执也没了。但一遇事你又出来，那不正好检验吗？所以在市场练嘛，红球里边练，不断的完善，不断的坚持啊。那平常做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七支做就七支做法，是吗？可以，双盘最好，尤其你做的很久的时候，双盘最好，比如做到三个小时以上，双盘的效果就出来。当然这个不是决定性的，所以说你一定双盘能成佛，散盘单盘不能，不是的啊。但是双盘的稳定性，还有身体不容易出偏，不容易倒，
歪了，或者是将来时间久了就能看出来。但不能，我们都是中年嘛，腿都比较硬嘛，那就单排，单排注意换脚啊。今天这样，明天这样，今天就这样换着，否则身体容易倾斜。做了十几年你就知道了，三五天不用的啊。还有就是说我双排单排都要，那散排就散排没关系，不影响成佛。嗯，呼吸有没有关系的？刚开始散乱的时候最好学会调呼吸，调呼吸没什么难度，不是说 多高难度动作，深呼吸或者用嘴吸气用鼻子，就是把这口气出匀了出通了。因为我们平时做事的时候气就卡在这儿卡在这儿，是吧？有时候这一急的气思虑过度的，这气在头脑全聚在上脑子里，或者有时候抱怨就卡在喉咙，知道吧？有时候有怨气的就容易往这胸跟喉咙，伤感的就往卡在这边，抱怨的就卡在这儿，思虑过度的卡在这儿，或者我们看电视连续剧连一晚上看了七个小时，也又卡在这儿，是吧？不可能。所以上座的时候深呼吸，先猛烈的呼吸几次，或者鼻吸口呼，或者是拿鼻子深一直一直观想这个气啊，就是深深的吸进去，然后吐进，哎，把浊气排出来吐进。学会这个方法调呼吸，哎，调好了，调的呼吸稍微匀点了再做。还有吃的太撑的话，你调呼吸也效果不那么好。上座前最好别吃的太撑，吃个六七分就可以啊。如果你这一段时间每天正好晚上打坐，那晚上就少吃点，就吃个七分八分的，剩下一点空隙啊，调呼吸打坐嘛。嗯，吃撑了坐不住容易昏沉，一坐就睡觉了。嗯，穴顶勾腮，舌舔上颚，这是很奇特做法。舌头要舔着两个牙的中间往上舔，这叫打圈条嘛，其实与气脉有关。将来你的口水会生出来，气脉会循环通畅，从这儿走嘛，任督二脉。舌舔上颚就舌顶，舌顶就是你观想，就是有一根线拉着你的头顶的中间，就像古时候头悬梁锥刺股，把你拉起来，自然落起，落下来就是悬顶，就是把你拉起来，自然落下来，这就把顶悬起。下巴微微下收，微微勾起来，最忌讳打坐把这样扬起来啊，扬起来，而且张开嘴，不对，下巴微微收，舌尖上颚，下巴微收，悬顶勾腮，舌尖上颚，含胸拔背，垂肩坠肘，这是很正，含胸就是你下巴一微收，胸就含回来，你不会捏起来，知道？含胸，一含胸背就拔了，这是正常的。你含胸就像稍稍往里头，就是不会把胸挺起来，不是昂头挺胸的样子啊，是很谦虚的状态啊。往下收，含胸，一含胸背就拔直了，它就是为拔直背呢，但不是窝着啊。如果你平时经常这样子写字，或者这儿很你感觉自己往前窝的话，那么你故意的把手往两边扎，就是放在点，你手就往两边就这样子，就好像这两边能弄俩鸭蛋似的弄起来。如果你觉得你肩膀没有往前倾这个迹象，那你就随便放下来就行。垂肩坠肘嘛，坠肘就是其实就是肩部跟肘部很放松的状态啊。手自然的放于膝盖上，或者是做手印都可以，随便。一般定印都是这样的，就要基本的，反正常见的定印就是这样也行，这样也行，随你啊，就是这样子把手放在这个排座的这一块。但一般大家很因为热嘛，好像很烦，就是一般都是这样子的，放在俩膝盖上。有时候还有的人一个上一个下，也不要那没什么玄妙，他就喜欢。有的是这样子的，有的是这样子的，有的这样子的，有的这样子，还有的这样子的，也可以换换啊。手印在修正漫长的路上，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动作啊，手印啊什么都可以。还有这个坐姿基本上就是这样的，含胸拔背，舌舔上颚，垂胸垂肩坠肘啊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心放松。刚开始姿势可能不标准，因为大家腿有硬有软的，肯定你标准不了。但是放松这个是一定要求的啊，
如果是你不知道什么叫放松，那就先紧一紧啊，就你会紧吧，放松啊，就这样。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放松，那就从心里边笑一笑啊，因为微笑的时候我们会放松，不要嘴巴笑，从心里边自己笑一笑，嗯，从心里笑出来，你就这个意念就会放松，啊，身体就会听到指令会放松啊。这就是刚开始打坐简单的，嗯，然后就剩下的就是你开始乱想，是吧？乱想的实在控制不住，那就念佛号、听音乐，各种各种让你能够专注。这就像老师上课，我们经常骂自己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，是吧？就专心不了啊。那你现在不打坐也是练专心嘛，专注嘛。那就实在不行就放个音乐梵呗了，放个佛乐了，放个什么念个咒语，自己呜呜念个咒语，一念带万念，先这么练呗。人家有反正练上几年的人一上桌就清净了，嗯，他这是练了几年的，有功夫了。你想让我，你想让他想，他也不会想，他动不起，起不动不了那念头，他一上桌就那样。哎，最终是停下妄想，停妄想不是你功夫多高，停妄想的目的是最后看清生命的真相，知道吧？哎，破根本无明哦。你先停下来再说，嗯，修行一点也不神秘，也没有高难度动作，也没说是多难度，他修行的切入点不那么难，不那么听不懂，因为佛当年的弟子都没受过高等教育，都没考过大学，不能听懂佛说话，所以佛一般讲的理肯定是很简单的，知道吧？你看他的很多弟子都，否则怎么会当场证果？他最起码是听懂了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现在还不如佛弟子吗？虽然持戒持的没他们精严，但是我觉得脑子转的还比他们挺快的嘛，是吧？最起码听话能听懂，做不到是另一码事啊。而且想象力啊，这个境界也很多嘛，想象力也很丰富。别把它想得那么神秘那么难，好像跟修行跟生活纯粹搞不在一块儿似的，是吧？修行了，我修行了，好像你修行了就大不了了还要出家似的，是吧？啥也不是，你就是开始修行嘛，是吧？就是唯一的就是说佛说你的本来样子不是现在这个女人，这一点有点暂时搞不定，是吧？经常被这个女人拽，是吧？慢慢来嘛，是吧？说你本来要就是个佛，现在佛也不知道啥样的，女人也搞不定，是吧？弄得现在就好像跟生活有点不对了，是吧？以前我是个女人，自从说我是个佛以后，这个女人老影响我，让我不亲近。那不当女人吧，这咋活生活呢？当女人吧，又觉得她影响我，就这一点，觉得生活好像变了似的。有啥了，是吧？没啥大不了，就很简单嘛，嗯，打坐也很简单，嗯，用全世界最简单的方法休息，不动不想，你都是最简单的，剩下的都不能拼命的去干活啊，是吧？所以佛法很简单嘛，所以大家都是嫌它简单，都懒得修嘛，太简单了，大家都是放光的哦，你让我不放光行吗？哎，还真不真是，你不就仔细想想，我要出去放光啊，实现自我价值啊，刷刷存在感啊，是吧？让全世界忘了我多难受的事儿，是吧？最起码我爱的那个人不能忘了我，是不是？我不爱的那个忘了算了，真的是这样，是吧？放不下，这就叫不舍。就算跟他逆缘也要抗衡到底，这一辈子是吧？大家笑的都是做过，这都是这佛说这就叫颠倒梦想，有一些本能的分别执着，你不靠很深的定境是破不掉的。比如在世上你可以放下这个橘子，是吧？但是有一些你觉得我放下这个橘子，这是粗俗的说，这件事他对我好不好，爱不爱我，这些不重要了啊，或者他骂我都不重要了，世上我也可以舍，我有的我也可以，他求我也可以帮他，我也不求回报等等，这是粗重的这些相吧，你能够解决。那头发长啊，那皱纹出来啊，他时光的流动，时空时光的光阴的流动啊，指甲生长，这些你都不知道的，察觉不到，指甲一天长几寸你知道，
因为就在你身上你都不知道，是吧？还有佛说，你小时候比如有件事情你现在想不起来了，小时候跟很多朋友做过的事想不起来，哎，隔两天你小时候那些朋友来了，说起来你宛若昨天的事，一下子就想起来，你并没有忘记啊，信息是不灭的。所以说这些妄想，这也叫妄想呀。所以佛说实用啊，实用啊，五蕴皆空里边实用啊，行用啊，这些庸庸妄想啊，颠倒精细妄想，这些不是我们在红尘里边世上你能察觉到的。你要想察觉到你在这些妄想里边，你需要很深的定态，很深的沉浸状态。就像这个杯子，底下有荷花，晃晃晃，我们现在就是晃动的，这个是浑浊的水。我说五纯浑浊嘛，这浑浊也就像你晃晃晃，你现在刚开始沉浸下来，初相上你放下，只是说这个杯子刚开始放下来坐，但它还在晃啊，你看不清底下是什么，它一直要沉淀到很轻的时候，你才能微细的妄想才能看到。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妄想，连头发生长、时光的流动都是你微细妄想认知的，时空是不存在的。但这些妄想需要很深的幽静状态，你才能看清楚。所以，那些本能的分别，你知道吧？你闭上眼，我一说话，你都知道我在说话，是吧？你也想放下，他一说你就听见了，是吧？说你不定义，你本能的定义了，这就是个女人在说话，打你本能的疼，是吧？虽然你不在乎，因为你信菩萨道嘛。说我不恨你打我，我不恨，我不起嗔心，是吧？但怎么这么疼呢？这就是本能反应嘛，这个本能要很深的定境才能转化了，是吧？或者说还有我们这种幽因妄想，就是很深的这种实用里边的妄想，需要修到六根互用才能彻底转化完。就是说你的耳朵能看东西，眼睛能听声音，就是六根合为一个，你才能破镜，知道吧？否则那些妄想你都不知道你有那些妄想。六根圆通，嗯，楞严经里边的哦，就破不完嘛。所以你只是见闻觉知到人道的这一点点，问题你在出三界啊，好多妄想你都不知道，这个是宇宙一切都是你生出来，你怎么能知道？你说你妄想出个大山，你这个真的很难信的哇！你直接就信佛了，我都觉得有点挺厉害的。佛说那个喜马拉雅山是我们妄想出来的，珠穆朗玛峰也是，哎，我们就信。你真的信啊？信，那挺厉害的。我开始就仔细想了想，这妄想出来，我一定搞清楚他到底怎么妄想出来的。是吧？我怎么现在连个苍蝇也妄想不出来了？我也使劲妄想，坐在那除了乱想，啥也没生出来。我开始就是这样想的哇。这个妄想是用的啥力量？它怎么弄出来的？就算众生一起想，这也太玄乎了，是吧？是吧？万众一心就能搞出个喜马拉雅山，是吧？我还是觉得有点不靠谱。所以仔细地阅读了佛经，然后看看释迦牟尼佛咋把他这个学说圆回来的，他是怎么说我们就是妄想出来，他为什么这样说，哎，这就是看佛经啊，带着问题带着疑问你进去，哎，你看懂了你就行了，哎，看懂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，所以我就信了，他要说的没道理我就不信，是吧？我就觉得我妄想不出那个东西，我那个橘子也妄想不出，梦也梦不见，老在妄想。师傅，我们看经书的时候，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啊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其实这个的话，是因为还没有读懂，还没有认清楚。先不要这样想吧，每个人入道的因缘，我这种疑心大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就是根气好，直接就信。开玩笑，还真是。也是，其实举个例子啊，也许我们没有认真的思考过或者什么，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已经学过了，修行过了啊，就是你宿世这个仪已经起过了，在没准当年法华会上、楞严会上我们都参加过，佛在说法的时候已经仪过了，已经被人家灭了，把那个仪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不起仪了，是吧？我刚才说也是跟你们聊聊开玩笑，就说我们带着一个仪，带着一个问题去看，你就会收获更大一点。
因为我们是已经开始信佛了吧。当年佛陀刚开始去初转法轮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弟子是否定，因为外道是否定他的，觉得你佛教讲的不对啊，印度教倒是很兴盛嘛，所以很多人外道就是你摄受不了啊。那些外道你说不出一个子丑寅卯这个世界是怎么生出来的，是缘起性空啊，缘生法啊，缘生缘灭，你讲不清楚，这种从哲学的思辨的那些你讲不清楚，没人跟你学佛啊，佛陀是没办法创立佛教的。那现在我们就不一样，现在是我们先入为主，先信了，是吧？那个时候佛为了降服那些外道要说很多东西的，要最起码说的东西要超过其他宗派啊。那些大弟子们都，因为那些大弟子们当时就跟着其他宗派修的嘛，都已经是老师了，都自己带弟子，知道吧？你看那些大弟子都手里都带着几百号弟子，都已经是很厉害的角色了，而且有神通的，你知道吧？佛要说不出比他更高的，他不会拜你为师的。所以佛当时很多的理论啊，什么都是为了摄受这些弟子的。而现在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先信佛了。不管佛说啥都是对的，因为佛是真言嘛，是吧？觉得佛只要佛说的，只要这个经理是佛说的，我们就不敢怀疑，我们不敢怀疑，觉得怀疑佛不对吧，是吧？但有时候经典里有时候它是翻译过来嘛，也许佛说的不是那样的讲法，可能翻译的那个人他就那样理解了，是吧？这个译文也是跟佛约，但是说就你看我们采取的译本一般都是鸠摩罗什呢。你要知道鸠摩罗什啊、玄奘法师啊，这些都是高僧大德，尤其鸠摩罗什法师都七佛之师啊，专门是为易经而生的，知道吧？大乘佛法在哪兴起他就在哪易经，所以他的，而且他临终的时候，他为了表示我的经典准确无误的，我的舌头可以不烧化，所以他的舌头是留下的，他没有烧掉他的舌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一本就很放心，他没译错，最起码我们不会曲解佛意啊，是吧？那既然是这样，我们先信了，那么我们就慢慢去研究它，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一点问题也没有啊。佛说啥就信了，佛说啥就信了，最起码我们会想想哦，佛是这样说的，这个佛爷真的是好奇怪呀、啊哎，这个佛看的跟我们这个肉眼差这么多，怎么是吧？哎，佛爷看问题。难道他看这个世界，他说这个世界是幻境，这是佛的角度啊？但我为什么睁开眼看见这全是如此真实啊，是吧？而且我可以把它当坏，我也像佛一样，但是遇到事情我就动了吗？我就受苦受难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脑子里是想把它当坏来的，那他到底触动我哪块了？比如说你骂我一下，是吧？你又没碰到我一根毫毛，是吧？而且我也有金刚经，有那么多戒定，我为什么伤心呢？这很奇怪的事吗？你不觉得？我要是好的感应一下，这是你骂我，我感应啥呢？是吧？我心里那么正，直接那么正，为什么我会是觉得伤心呢？你骂我，我伤心，是吧？我不生气也好了，我为什么伤感？平白无故那个伤感还从哪来的？不知道，好像这块不舒服。哎，仔细解剖一下，没有啊，心肝脾肺肾上都没有伤心这二字啊，也没有那个觉受，到底从哪生出来的？从头里边认知里边生出来，我刚才也没认着，我认为是一切毕竟空，一切毕竟空啊。你说伤心从哪生出来，是吧？你就找来找去找不到啊，最后你看佛经，佛经说一切本无生啊，哦，原来找不到的东西都是幻境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我可以当坏了。哎，你要是找过，你就了解了佛的无生界啊。你没找过，直接你学佛那真是背熟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找过啊。好，这个当，但是打我疼这个是，这不坏啊？怎么也坏不了啊？是不是？受啊，这个觉受怎么空掉啊？这个他说受也空嘛，觉受也空嘛，这个觉受打我还疼啊。你打我也疼，我自己打也疼啊，怎么也疼啊？这个疼痛点我怎么妄想出来？是不是？你这个六根怎么反？因为佛学它不从神经系统给你搞啊，它不说你这是神经条件反射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没有这些事，它四大皆空啊，它是一切以妄想来的嘛，是吧？我对它的认知是吧？根深蒂固的认知，我因为有身，那身上的酸麻冷胀痛就开始了。我首先是认为我有个身体嘛，肉体嘛。
是吧？但我也不能说我没肉体像个风一样飘啊。那没肉体，假如说我说我没有身体，我也不是风啊，我也不一定是风啊。我没肉体的时候，我也不一定是光跟能量波啊。我们总是说我没肉体就要想个其他东西，知道吧？你不是想吗？我没肉体的时候，我是风，我是光。打坐的时候，你不这样观想吗？我是风大，我是地大，我是水大，我是火大，我是能量，我是波，我是震动，我是频率。你总觉得有一个我，就算它是个分子原子，你也是个我，震动也是个我，你就从来不想想没有你啊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因为你有我，你先入为主有一个我，好，这个我总要有个地方，总要有个落脚处吧，是吧？它不是是这个肉体，它也得是个波吧，是吧？它也是个能量吧？不是修小车的，还有你们修内观，还要是变成个震动了嘛？它总要有个地方的嘛，是吧？佛说别折腾了，压根就没个你，是吧？无我界嘛，这不你在学无我界的时候，你不了了分明吗？佛说无我，你所有的痛苦都是你无我，你想弄个我出来，刷刷存在感、成就感，因为你无我，你恐惧，你不敢承认这件事，你不敢认为这个无我的这件事，这是个事实，你没有你，压根不存在。那你说，难道我没有我？那我是谁？这个没有我，这个事实是成立的。这个四大是坚固的，肉体也不存在，我啥也不是，我啥也不是啊。那没有你不是啥也不是啊？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个你嘛，你就是西红柿也是你嘛。但是现在啥也不是了，是吧？那到底是个啥？啥也不是，是不是一切跟你没关系？你啥也不是，一切跟你有关系吗？是吧？你先证嘛，你啥也不是的时候，一切也啥也不是，这也啥也不是，一切都是相对你生出来的，一切就如梦幻泡影了，是吧？你突然发现，当你啥也不是的时候，你啥也是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是后边的，这个有点别扭了，听起来，啥也不是的时候，你就啥也是，知道吧？这就像你修正随着你对众生相的破境，你破了众生相，佛相也破啊。佛相最后破，你众生相一没有，哪有佛相啊？生灭相一没有，哪有涅槃相啊？所以你看，当你的生灭相破境的时候，涅槃相这边也破境了，因为有修行者这边破境了。你知道这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如果没有佛，没有空性，没有涅槃，没有涅槃就没有空性，你知道吧？一开始你是建立了你是空性这个概念嘛，你要证入空性涅槃境吧。好，既然你修到没有生灭，因为没有相就没有生灭，因为你说生灭都是诸相生灭嘛，时空生灭嘛，现在时空也是假的，诸相都是梦幻泡影，那哪有生灭法，是吧？好，众生相尽了，世界尽了，世界时空嘛，众生是法相相嘛，涅槃相尽了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不管你早晨缺胳膊短腿的，你现在我假如我缺胳膊短腿坐在这，我都觉得我圆满，是吧？我都觉得我圆满的佛国在这儿，就不会引相而论佛，知道吧？觉得佛一定是某个样子，一定是慈悲的，一定是恶的，一定是邪的，一定是正的，一定是男的，一定是女的，你就会对自己很满意，知道吧？会发生这种事，知道吧？你那个时候你才会对自己完全的自信起来，不管你是谁啊，哇，最圆满的自己诞生了。但是你缺个本短腿，知道吗？没关系呀、啊、哎，残缺的美，知道吗？就那样诞生的，知道吗？那就叫完美。就算你那一刻你是病的，你不管你是谁，那就是个猪相，知道吧？你只不过在三维角度呈现了那个相，为什么呈现那个相？这是共业跟各业决定的。你当年投胎还有父精母血的业力啊，还有你众生末法时代的共业，你就长成这样缺胳膊短腿了，是吧？但这种相已经不影响你圆满的东西。但你的圆满呈现的，你怎么想你都觉得圆满，所以你就很满意自己，你不会。你当你对自己完全满意的时候，谁也击不败你了，知道吧？没有自信，没有自卑这回事，没有人能击败你，怎么能击败你、啊？你是圆满的，是吧？别人说你是
很永恒的，你说是；别人说你是生灭的，你说是；别人说你是充满爱的，你说是；别人说你是邪恶的，你说是。因为你是一切，你想你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，随缘视线嘛，你啥也不是。遇到他你是为了度他，你会视线 母主相；遇到他你会视线母主相；遇到他视线，然后你无相，众生认为你是啥就算啥吧，这就是修正啊。我是举个例子啊，不是说夸我啊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举例子，是吧？就是你破戒这些，这些都是思维修啊，你就思维啊，思考啊，一直正到这个时候啊，你经常，我们觉得自己很清高啊，很自负，觉得我很圆满，我很庄严，或者是我很圣洁，我很完美，我长得漂亮或者不漂亮，你所有的自信，只要你是个人，你没有达到这个破众生相、破佛相，这个在修正里边，你那点自信都不堪一击的，你知道吧？众生直接把你蔑视掉，是吧？人家说圣洁啥呢，你马上就这样就把灭了，一句话就能灭了你，是吧？只要你得意的那点让被子踩一下，你说你充满了爱心，人家说你就是个邪恶的家伙，而且还是你最在乎的人说出这句话，好，你马上灭掉。你是个善的恶的，就由别人一句话就定了吗？你要敢认为你是恶的或者善的，别人就能定了你。诸佛菩萨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啥样子，知道吧？所以他啥也不是，他啥也是，你说啥算啥，但是他就是度你成佛的。你说他是啥就是啥，但是他就能度你成佛。你说他是狗屎他也认啊，都是他，因为一切都是他，但是他这堆狗屎就能度你成道，其他狗的屎就度不了。他是个很圆满的狗屎，知道吗？所以但是是你在狗屎里见不到空性而已啊，他在狗屎里见空性啊，所以他很满意自己是狗屎这件事。只要他是圆满的佛，狗屎就狗屎，知道吧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佛菩萨的自在啊，他非善非恶啊，不在人道谈事情啊，是吧？没有底线，没有道德，别想那些事。他不在人道谈事情啊，他破三界六道一切相啊，是吧？所以他不是一个说是你认为的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他有时候是吧，他来人道一般都比较善良，是吧？肯定的，是吧？众生对他期望那么高，他总能立住这希望吧。我认为啊，是吧？众生觉得大慈大悲应该长得慈悲善恶者，他肯定不会长出青面獠牙的，对得起观众嘛，弟子嘛，是吧？是这样啊。你的气脉转化不完的时候，就是随着你的修正，但生理上的父精母血需要禅定来转化，需要闭关禅定，就是需要很长时间的定态，这些转化。所以你心性上转化完，你生理上也需要时间的，比如闭关啊，有时候得几十年闭关，就是彻底的神通报身成就啊。你转化不完的时候，你说话嗓子也会哑，说多了是吧？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你们想，但是如果你的心性上的东西达到圆满的时候，你已经自在了，知道吧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能，你已经知道自在是什么回事。但肉体你练不练的是你的因缘了，修报身成就，当然你报身求神通具足、法力无边，就是更信任幸福一点嘛，也是好事嘛。但是需要很长时间，就是慢慢来，就是三生成就嘛。就是觉得那样的佛是很圆满的嘛，所以永远觉得自己不是佛，永远无法在自己当下这个状态里借空性啊。诸佛菩萨也各种视线嘛，不管你是缺胳膊短腿的、聋哑的、有病的、残疾的，不管你是男人女人，当下你是圆满的，因为你的相是虚妄的，空性是圆满的。当下在你那儿借空性，知道吧？不要去，一定要想佛是什么样的。如果那样，你就着了佛相，跟众生相啊。你认为自己这个是缺胳膊短腿的，觉得自己照照镜子有皱纹，不圆满，脸也不圆，耳朵不长，
那么你第一是着了佛像，第二着了自己的众生相、凡夫相。文经常说你，大家说你是佛，你要就说不是；人家说不是，说那不是，你也不要是凡夫啊。既然不是佛，也不要当凡夫众生啊，啥也不是啊，不要人，六道都不是。你要一定说我是啥，我是一切啊，是吧？那不叫骄傲，是吧？那是正直解，知道吧？你真啥也不是，别把自己搞得一副不知什么样子，一定要把自己搞成某个样子，那就是为难自己了啊。但我们可以弄成某个样子的，但是也不要认真，那是装的，对吧？压根无我，你不敢失去自我，不敢失去嘛，怕恐惧这件事惊世骇俗的，然后原来我不存在，但这个界定能画一个圆满的你在哪儿，而是天上地上无我独中的那个我。反正佛学真的很伟大，就把所有的苦难，知道吗？真的太伟大了。还需要一些就不动不想，需要一些修禅定的辅助，光在这儿听没用的啊，需要练点功夫，修个两三年吧，不要三天就想成佛，是吧？发长远心，没准前边提前到达，是吧？先去，只去耕耘不问收获，慢慢修。其实修行也快，就是有的，只是说我们还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妄想的多嘛，其实定下来的少。Thank you.